叫元英，本帅携八股神各地兵临城下，即日起带领大夏子民终日为奴，可留你们一命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我大夏子民岂容尔等羞辱，将士们随我一军斩杀贼寇。女帅小心。大家别走。女帅，八国战将皆已伏诛，为客多，尔等宵小妄图联合八国分食大夏，殊不知我大夏哪怕只剩一兵一卒，也绝不会叛国投敌。即日起，尔等八国割地万里，赔偿万亿，否则他们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我答应，我答应。女帅，您重创八国锐气，保全大夏子民，败将封侯指日可待。败将封侯虚名而已，如今八国元气大伤，我也该隐退，好好的陪陪你儿子。传令下去，边境战场由武将花胜男镇守，赵田孙李四大家族携率应相助，商界经济由韩参生统领，周吴镇王四大家族携金令相助。五年之内若无差池，皆可晋升。领命。妈，我今天第一天去景悦酒店侍寝，你怎么不早点叫我？不是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？快吃早餐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鸡蛋你拿着吧，吃啊。谢谢妈。谁让你们擅自前来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可打扰我的生活。属下并非有意打扰，只是五年之期已到，这是各大家族的经济报表，请您过目。五年了呀，归隐这些年，我和女儿过着平淡的生活。通知各大家族，两日后为他们举行晋升大典，然后一切照旧。是，这个锦悦酒店是小松实习的地方，给我安排一份工作，不要太招摇。是。小王啊！哎，董事长，几位新入职的实习生配发工牌。赵小鹏，好好努力啊！那个，你们拿去啊！这个赵小鹏底子干净，家里边没什么后台，就一个妈，而且刚刚应聘了咱们酒店的保洁。董事长，您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安排。那就快点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是。小桃，妈，妈妈带着饭。哎呦，我的工资够养活我们两个人了，你大可不必这么辛苦的。妈呀，就是想离你近点，离你近点。
妈就开心。哎呀。一个实习生，一个土包子，你们也配坐在这里吃饭？赶紧滚出去！小姑娘，这里是员工休息区，我们坐在这里并没有违反规定啊。还敢顶嘴？不告诉你们，这里马上要迎接九州商会会长韩长青韩老板来视察，你们两个土包子坐在这里吃饭，严重影响我们酒店形象。五分钟，把这里收拾干净，然后滚出去。小姑娘，你未免太欺负人了。我欺负人？这里整个酒店都是我们周家的，你们只要在这里干一天，就永远是我们周家的奴仆。别说让你们滚出去了，就是让你们去厕所跪着吃，你们也要照做，明白吗？就算你是老板的女儿，也不能这么羞辱我们呀！你一个下等人生的小杂碎，你敢教训我？这就是周家的家风，蛮横无理，毫无家教。我给你三个字，赶紧给我女儿道歉。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主人给狗道歉。三二，你还装上了？现在开始，你们这对疯婆子休解雇了，烦呢。妈，她是董事长的女儿，咱们舍不起的。我再找个工作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走，想得美，想走也是爬着给我出去，给我把这两个不懂尊卑贵贱的贱人打出去。在闹什么？爸，这两个疯婆子目中无人，还敢对主人狂吠，我正在教训他们呢。明明是你对我的女儿无理羞辱，赶紧向我女儿道歉。周家主。元帅当年隐退之时曾定下一个规矩，不仗势欺人方能加官进爵。如此看来，这加官进爵周家要除外了。别呀、啊、韩会长， 我们知道错了，快不赶紧道歉。爸，你真要害死我。快，对不起，不应该嚣张任性，对你们发火。这就是你的道歉态度。你，周家主，你们这是？快呀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，妈，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们好自为之。哎，韩会长，这爸，你看他们。再干这事，给我滚出周家！晚上带上那个实习生，快找他韩老板。嗯，是。哎，韩老板，韩老板，属下该死，让您跟少主受委屈了。我本想和女儿过平静的生活，可没想到，人善被人欺。通知下去，两日后各大家族的晋升典礼，我要向大家宣布，小彤是我华夏元帅的女儿，我看谁还敢羞辱她。我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还有，小彤习惯了简单的生活，我怕她一时不习惯新的生活，你们暂时不要透露风声，让我找机会告诉她。明白。你说愿意给周家机会举办晋升典礼，这个机会你可要珍惜。我不能出一点差错。哎呀，韩会长，请放心，今天的事儿绝对不会再发生。韩会长，您慢走啊，您慢走啊。妈妈，我今天陪董事长接见韩老板，不用等我，你先回家吧。刚进的新药，给他试试。
今天中午的事儿，我实在是对不起，我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今天的事儿啊，委屈你。这杯酒啊，就算是我向你赔罪。嗯，谢谢你，我不太会喝酒。小童，董事长亲自敬酒赔礼，你不喝就是不给董事长面子。怎么的？刚刚入职就这么不懂规矩？对，喝点，快喝。知道你是第一次，我应该再温柔点。怎么想报警了？啊，信不信我随便花点钱请个律师，就能把你变成八届董事长上位的荡妇？我不信，你真的能只手遮天？你只要敢报警，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出去。听说你和你妈妈相依为命的，她要是看到这个视频，会不会受不了？会不会自杀呀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伺候好我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小童，怎么回来的那么晚？宵夜啊，妈，你手怎么那么凉呢？脸色也不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妈，我，你只要敢报警，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出去。听说你和你妈妈相依为命长大，她要是看到这个视频，会不会受不了？会不会？啥呀？是不是周嫣然欺负你了？给妈说，妈明天去给你主持公道。我不是的，我就是有点晕。小童，小童，怎么都洗不干净。
妈给您热了一杯牛奶，洗完澡记得喝啊。好。好。妈，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是不是发烧了？你先喝点粥，妈去给你拿药啊。妈，我想辞职。是不是那个周嫣然又欺负你了？给妈说，妈帮你做主啊。是我自己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小腾，不管你干什么，妈妈都支持你。但是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，妈妈希望你可以坚持，不要半途而废。等到明天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相信妈妈，好吗？妈妈给你包了你最喜欢吃的三鲜包子，妈去拿，我们一块儿吃。妈，只有离开那里，我的人生才可能会好起来。小桃。我不想再在大厦看到周嫣然。凭什么把我赶出酒店，还要送我出国？因为你惹的祸，韩老板亲自下令，让你不要在大厦出现。看见一个大厦，别影响我周家晋升，还有我哥哥在北京的前途。要我走可以，但我要带走周家一半的财产。什么？疯了吧你！你差点害死周家，还要带走周家一半财产？你滚！你现在都滚！练雄，我要辞职。周练雄，我要辞职。辞职？你要辞职？像我这样的极品的，才就玩那么次，你就要辞职？放开我！再不听话，我就把昨天的事情发给你了，然后再安排几个臭保安，也跟他拍视频。那几个保安都没有剧本呢，他可没有你们这么温柔。不知道你妈妈能伺候几个呀？啊！不要，求求你！今晚这个房间，如果你不到的话，就让我妈来。周建雄，把我赶出周家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喂，妈，今天晚上我去闺蜜家住了，就不回家了。今天晚上随便玩，我保证你没玩过这样的极品。你们竟然禽兽！小宝贝儿，想往哪儿去啊？既然来了，就是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。
让你从家主的位置上滚下来的。这小妞可真挺能扛啊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哎，愣是挺过来，没晕过去啊。今天可是我们的进城大典，我们赶紧过去迎接女帅，以免出了岔子。走走走，赶紧的。晋升女帅，与其这样生不如死，不如冒死求见女帅，阻挡严惩四大家主。四大家族得到女帅认可，从此加官进爵，一步登天啊。这五年来四家主表现尤为突出，更为难得的是周家大公子获得了国主的格外器重，以后周家前途无量啊。周家主以后可得多多照顾照顾这其他的三位家主。好说好说吧，来，为我们四大家族日后的荣耀干杯。那剑是怎么来的？周剑雄，你迷晕我，侵犯我，带着这群禽兽彻底毁了我，今日我就算是死也要让女帅知道你的罪行，严惩你这些禽兽。酒店的服务生竟然成了大佬的玩物，各大家族晋升在即，竟然爆出这样的丑闻，要是让女帅知道这件事，我们可都全完了呀。周家主，这位女士说的可否属实？